全军出击，来把猴。下平可以走，他有骸骨，不要让他克入兵啊！喜欢拼，我看看这刀锋一击没有被动，能不能拼得过我们？喜欢拼。压辣，俺老孙正等呢。把饼干卖了，买个钥匙。能看一下天赋吗？跟我还在这能还是不能？跟谁俩客气呢？给我重说，给我看个天赋，拿我当外人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等个三级，现在没升不行。一上来平 A 平 A 平 A A 接口，再 A 再 A W， 他不放 E， 我们不放 W。回家这波。回家以后出两件装备，长剑加个药，刚才这波得回家，回家以后兵线正好到我们这个位置，然后他这小兵全部会被消磨掉，我们收这么大一波兵，他可能只能收一个小炮车，都没收着啊！炮车他都没收着，这所有的兵全部都是我们的。我们收了两个炮车，啊，我们直接一波收俩炮车，什么概念？而他连个屁都没收着。他就只能收我的屁。现在跟他打应该是随便了，能不能让我E一下？能不能让我E一下？你还敢回头？什么歪瓜裂枣都敢找我打，我一看，啊，你有虚区吗？疼痛吗？我一手小骨饼干，你不傻吗？基本上刀锋可以挂机了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
现在上线我们就可以直接打他一趟，他还没有闪。哎，这英雄退线真快。要是猴的 Q 打死小兵也能刷新就好了。推线真快，领教下俺老孙的本事吧。Shut down。 那你就没蓝了，回蓝啊，这出水晶瓶啊，抠抠抠抠抠抠抠，你是不觉得我不敢杀你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杀你？你在跟我秀些什么东西？你跟我说一下。三项1500。打呀，扣一下，让他上来，来，平 A 打保六，等一下，别急啊、哦，先等一下，插个眼儿。一 A 点连扣平 A， 这英雄虚区是真高啊，养他一波。我们是800块，再杀他3次，我们的利息就可以赚回来了。这不点烟套上了吗？怎么感觉没套上啊？我的点烟啊，我点烟套了吗？没效果呢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能放你走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能放你走，小伙子，小妹妹？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两波塔皮吃的能让你吃好了？眼儿来，别动线儿，别上。线儿别吃。去修炼个几年再来招俺老孙。你会为你杀我而付出代价，小妹妹。
血塔有啊，一血塔，那不一血塔吗？但问问土地老，就不让他发育。下路好像不太行了，小法师零杠七了，但是俺们家妖精还行啊，那就没事儿。定叫下俺老孙的本事吧！那刀锋感觉应该是在那儿打石头人呢吧？这波挡一下啊，我们没有大招，把大招挡一下。救一波螳螂。我怎么从这儿出来了呢？我要从这里出来的。先把那亚索杀了。怎么从塔里边出来了呢？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帮你拆个塔，兄弟。来。抠 EA 是700，好值钱啊！应该有蓝吧。把寡妇野区给他掏了，这刀锋想咋的呀？我杀了，我应该死不了，没事，吃个药，回个血。咦？全让派克斩了，哪来个卡莎呀？先出九头蛇，你为什么还要非得让他勾一下子，就能走的玩呢，就非得让人勾一下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小龙，他们家这波刀锋死得很不好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这波死了，对面就不得不守我上路，如果对面不守我上路，我就把他们家二塔拔了。他们有两种选择，一来守我，二去打小龙。如果他们守我，小龙就没；如果他们不守我，高地就没。总有一个东西要没。又是700，这边寡妇要到了。开个扫描，那寡妇我估计应该得追我们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在我屁股后头。
没事，把他们高地拆了。小法师框自己是什么意思？带俺问问土地老二。我们去下路拆塔，上路已经没了。兵线不用我们管了，这种超级兵一出就不用我们管兵线了，我们就可以去下路拆了。让队友去打峡谷，完事我们这波去下路。对面如果敢去打峡谷，那么二塔又没了。这种超级兵兵线至少得有两个人过来，他们才能守得住。让队友打去啊！这个游戏杀人是没有用的。杀人是没用的。打峡谷二塔没。先等一下啊，这个小兵不行。牙朵搁这干啥呢？这必须得杀了，杀完我们拆塔。还打不打峡谷？打峡谷高地又没了，下路高地也没了，还打？非得跟我拼，你跟我拼了以后，这一波有派克呀，人有点多，他们没打峡谷，你们打呀，这峡谷他们都不要了，他们不要了，我们要啊。打不了了，算了，下一波再打吧。老赖军呆着也谁受得了啊？下路继续推，不是说急了？那你说他这个蠢样，你再不说他两句，他能知道自己往哪走吗？蠢死了！我下个高地我也不容易，那高地八十来秒就复活了，简直是愚蠢。赶紧退了吧，退了，退了反而还好一点。寡妇伤害确实有点高。小龙吧，我这一个打三个费劲呢，我得先杀寡妇，我要是打他们的话。怎么样才可以让寡妇的伤害低一点呢？再出魔抗，但我还不能出影魔刀。魔抗的装备。智慧默印没有啥用啊，
三米。那寡妇搁哪呢？我有血手，没事，我有血手，小问题。寡妇只要没有大了，就没什么用这英雄。我们得来中路啊，那寡妇没走。把寡妇杀了，先 Q 平 A E A， 等他闪，看他闪不闪，走打大龙。来打大龙，剩个卡莎没有用 ，ADC 单个没有任何用，先把龙打了。我们帮这个妖精啊挡个技能，你为什么放的那么快？我得走了啊，我肯定是得走了。我觉得任何的装备都没有春哥厉害，我来个春哥吧，抽个大药，加点韧性，48韧性。直接中推，你在这装什么逼，我就没明白，你操你妹了，真是的，你咋那么装呢？你给我面前晃什么？你是觉得你装备很好是吧？没事，那女警那玩意儿只能偷，不是女警啊，寡妇那玩意儿只能偷。先杀寡妇，哪那么多技能啊？哎，还找我打，我这血手都没触发呢啊！拿下！假猴给你个机会。